吃吃吃逼。收看试试 TV，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就是拉霸全切豆边。我是思思，这是爸爸，看不见的爸爸。今天我们要开什么呀？这个拉霸全切豆，看起来好特别哦。爸爸帮你打开吗？要我自己打？你自己打。开了。好，这个拉霸全切豆呢，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到，哇，看起来很有趣，而且最特别就是它存进去的钱。要拿出来呢？现在还有吗？你看，没了。要拿出来呢，没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准备一些钱币，那它需要装电池，所以我先帮阿斯装一下电池，你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金光闪闪，锐气千条，这个金光闪闪系啊，让人家一看就觉得很想存钱。那我先帮阿斯来装一下电池，看投多少就会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存钱筒可以存多少钱。10。12枚就满了，我们把第22枚拿出来。我们已经把钱都存进去啦，那怎么拿出来呢？它就是要拉霸拉中才能把钱拿出来，所以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要像这符合这7种模式，才能把你存进的钱给拿出来哦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踹踹看阿斯几次才能把存进去的200块拿出来，好吗，阿斯？嗯。好，我们来试了吗？1、2、Go！哇，一次了，再次吧，阿斯。哇，再来！哇，中了！第7次，第7次掉了40块。10。全中了，耶耶！这款存钱筒呢，除了从前面投钱之外啊，它还可以从后面投钱。老师，你投钱进来吧。在后面。在后面，这边有个投钱的存钱口。那这边呢，也可以把它把钱拿出来。这是快速取钱方法。它这里面呢装了电池之后的声光效果从哪边来的呢？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个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阿斯的手气如何，今天可不可以转到 777 三个 lucky 7？没有转到不能回家。没有转到的话就不能停止拍摄。阿斯，你有信心吗？信心。有，阿斯有信心，今天一定可以一次拉到三个777。开始，三个星挑战开始啦！加油！三个星，777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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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钱，里面还有钱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把它拿完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我打开。我们要去拿钱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喜欢，记得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然后，如果你没有按时收到我们的通知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是思思 TV 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可以带给你愉快一天跟好心情。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呀、啊。拜拜。拜拜。